一下，有飘花是吧？这种的我家里面很多呢，先带了一个料子。其实这个算一个明料了，就我看得到。它在矿里面包浆。缅甸那边有矿，我也是信的。就您现在跟我讲的话，除了讲价这一块我不太信之外，其他我都是信的。这整个是南皮的一个料子，第一个是能看到它是一个灰纱的一个皮，它发灰，它整个还有就是南皮的料子，它整个是比较薄的，我们看得到它整个皮壳表现是非常非常薄的。南皮这你知道吧，好多人说吧，南皮出入高一起吧，开窗之后我跟你说没剥削嘛，它不给你开窗的情况下，你也不会就是看的走眼哪去，能看到它里边是有飘花的。我买来的话几乎是给我们家粉丝姐姐就是做牌子了。其实它这个主要是毒有没有内裂的问题，你现在看着的话内裂的情况也应该不会太大吧。这一个您什么价？这我哥你看哈，你这个的种水色你跟人家这个都没法比。